麻烦您报一下尾号。2456，多长时间能走啊？稍等啊，还有人。你把那牛肉从冰箱里拿出来，今天晚上吃芹菜馅包子。您好，您尾号是6542是吧？嗯。嗯，那车里有那充电器啊，您随时可以用啊。然后车载的 WiFi 密码是 Candy520 啊。哦。你直接连上可以用。师傅。哎，怎么？我坐后面有点晕车，我能换一下吗？啊、哦，没问题。麻烦您给他换一下啊。没事，让那阿姨给你换一下。哦。人齐了就走吧。您难受吗？我他妈没那么娇气。您要不难受，您跟他换一下。换他妈什么呀？有先来后到吗？您是先来的，但是您不厚道啊。你他妈凭什么呀？赶紧走，给油给油。你们别为了我吵架了，师傅给油吧。不是您这么挤的人孩子干什么呀？您这有点为老不尊了啊。你他妈说什么呢？您别是倚老卖老的啊。您别生气，我错了，奶奶。你他妈找死呢。哎，你要这么飞扬跋扈的，请你下去啊。人这跟你说他晕车，这又直秧歌你，都管你叫奶奶了，你还怎么着啊？你非给他往死路上逼啊？你把他逼死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师傅，别生气，他没逼死我。没事啊，我再给你叫一车，你就坐副驾，我让你司机坐后头，我给你开着车，我就给你服务。我再叫一拖车，我拖着你。你他妈敢！你赶紧给我送到了。你给我买6斤烙饼。干嘛？我吃饱了撑的，好把你送到了吧。你他妈再说一遍！能给我带一斤烙饼吗？你说话了吗？哎，你把他拧着干什么呀？你拧他干什么呀？你给他拧，你拧这水干什么呀？给，给他拧他，给他拧他。